这就是我出生和长大的城市。如果国王和他的部下没有来，这里就是世界上最棒的城市了。我们要去麦家摧毁天防，准备一支大象大军啊！我要这支军队所到之处都被震撼摇动。我就是大象之王。不行！啊！象象冒险去，12月17号晚上8点，萌萌亲子台独家首播。